刚刚一开始的前奏就描写了夏天的雷雨，虽然最后放晴了，但最后每次下雨都有种哀伤的感觉呢。对啊，尤其是接下来这首《新天堂乐园》，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·托纳多雷所执导的一部电影。整首曲目由同一段主旋律不断重复而构成，主旋律圆滑流畅，在温馨之余还透露点淡淡的哀伤，完美表现出电影的情节与整个故事的氛围。哇，没想到学长还懂得这么多呢。没啦，只是刚很喜欢这部电影而已。那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《新天堂乐园》吧。